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交流到敦伦敬奋贤协存诚第三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这样我们就尽到增长学生慧命的责任。而这一个主题啊，每一个人人生的体悟啊都不一样。所以这一个分享呢，吕旭是抛砖引玉，也是呢我们为人君、为人亲、为人师啊，自己要不断的积累更圆融的、更有智慧的思想观念。比方说一个父亲，他人情练达，那他的孩子就跟一般孩子的见识不一样。一个老师他处事非常圆融，处处替人想，他的孩子跟他相处两年绝对受他很大的影响。你包含孩子跟着我们几年，你遇到事情是紧张、是退缩还是冷静，还是很果决的去面对、去处理，都有可能会发生啊。所以这个思想观念我们可以透过人生的积累，甚至于可以不断的从经典、从历史学到更多的做人做事的智慧。所以这个深度广度啊，还得老师自己下功夫。我们早一天有智慧，早一天表现出正确的做人做事态度，学生就早一点种下了好的种子。孔子是学而不厌，为什么他学习不厌倦？他学到的智慧马上可以去帮助学生啊，他所以早一点觉悟，学生就早一点利益。那不是当老师这样啊，当父母还有当领导都要有这样的使命感。那首先第一呢，对人应该有的思想观念态度是什么呢？第一，对人第一啊，知恩报恩，饮水思源啊，我们闽南话讲的假追个拜求桃，假咪崩敬低桃啊，你吃水果啊要拜这个树啊，大树树神呢、你今天吃米饭你要感谢那个锄头啊，就是他们耕耘才能有米饭。当然这个意思也是要感谢农夫啊，感谢成就我们可以吃到米的一切因缘。那延伸开来呢，我们有四重恩啊，四重恩，最重要的四个恩德。父母恩，为什么它是最重要的恩德？没有父母怎么有我们的生命啊，尤其三岁以前啊，一把屎一把尿拉拔成长，怀胎十月的辛苦啊，那临产哇，那个生产非常辛苦啊。昨天我才看到我们一个老同仁啊，他的太太生了个男孩，他太太差不多40公斤吧，很瘦，哇，还流了很多血。他说他印象很深刻啊，觉得母亲的恩太浩瀚。
都有可能都就是女人生产都有生命的危险，那包含生完产啊，这个念子忘忧，孩子一生下来最大的痛苦的早就抛到九霄云外，都是念念考虑孩子的健康了。好，那帮我们洗尿布啊，洗濯不净啊，啊，哺乳养育啊，那喝母亲的乳汁，叫三年哺乳啊，可能都要几百公斤啊。所以女人的骨头是黑色的，偏黑，那个营养都给了婴孩。哦，那我们整个成长，父母操了多少心？啊，从我们的健康啊，跟兄弟姐妹的相处。还不懂事啊，常常打架吵架，那最伤父母。还有安全问题，哦，你们自己当哥哥姐姐要特别注意弟弟妹妹的安全，不能带他们去游泳 ，very dangerous， 而且很危险的。真的出了什么意外，那怎么跟父母交代？啊，要爱护保护好兄弟姐妹。包含读书啊，有没有友爱同学，有没有尊重老师啊，有没有用心读书，这个父母都得操心啊。包含工作尊不尊重领导啊，跟同事能不能和睦啊，以后结婚还得操心我们夫妻相处啊，孩子教育啊，种种。对，母活一百岁，长幼八十，甚至临终都还在为孩子着想，那知恩得要报恩啊！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智，养父母之慧，这在念父母恩啊。我们翻到51页82句，我们复习一下。碌碌者讹，匪讹衣蒿，哀哀父母，生我渠劳，无父何户，无母何事，出则贤婿，入则迷志，父兮生我，母兮举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这一段叙述啊，最能让人回想成长过程中父母对我们种种的爱护。那一开始就讲到啊，那片长得很茂盛的鹅蒿啊，再近一点看呢，原来不是鹅蒿，是青蒿啊。人很多忧思的时候啊，往往看东西都看不清楚，因为心中啊充满忧思，竟把青蒿都看错了。因为呢，他的忧思来自于啊，回想父母的辛劳啊，所以哀哀父母，生我渠劳，啊，可怜辛劳一辈子的父母啊，啊，他们为了养育啊，照顾我，渠劳就是劳苦憔悴。当然从父母的脸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岁月的痕迹啊，母亲照顾孩子，踏出了孩子的人生呢，也送走了自己的青春啊，包含我们自己的父亲啊，父生病是为子劳成疾。父亲在我们的心中是非常高大。为什么父亲会生病？
啊，为家里的经济啊，太操劳啊，积劳会成疾。我都感觉啊，父亲是个巨人，巨人生病了，那个家就感觉好像要塌下来。这是我的感受，我父亲啊，一辈子没有躺下来，到医院去，啊，这个感谢祖宗的庇应啊。我的母亲有，曾经生病打点滴很严重啊，啊，我记忆深刻，都好像世界快要黑暗下来了，都没有母亲那种感觉啊，很恐惧啊，就是母亲生病了，自己内心都很恐惧。这父母真的是天地啊！哦，好，所以当唱到这个《归阳图》那个父生病啊，是为子劳成疾，是真的；母心忧，是忧而为成器啊。刚刚讲到的，我们一堆习气啊，还让父母提心吊胆，那是太不应该了。而他已经成人了，可是父母不在了，他觉得无父何父啊，没有父亲可以依靠谁，无母何事，没有母亲可以仰赖谁。其实他是心理上呢，觉得没有办法回报他的父母，而且呢，一个人能让他内心最踏实的，就是可以报父母，报对他有恩的人的恩德，这是让一个人内心最踏实最欢喜的事情。所以古人才留下来最大的悲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当然有圣贤的智慧，世间任何的事都可以转啊，这一点好像上一节课有跟大家强调，有圣人的智慧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转危机为转机，可以化悲愤为力量。虽然父母已经离开了，孝经告诉我们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一个人真正道德学问成就，在经典当中讲到一人得道，九祖升天。为什么？没有父母，祖先哪有他？他的成就最大功劳就是父母，就是他的祖上啊。所以父母祖上得的福报最大，世间没有事情不能挽救的，只要我们明白真相。人哪有死，灵魂哪有死，是身体坏了吗？身体是用灵魂住的地方，用的工具吗？大家有没有骑过脚踏车？有啊，你们小时候脚踏车骑骑坏了怎么办？修理啊，修理到不能再修理了呢，换一台啊。有没有人特别念旧？这一台已经陪了我8年了，我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情义呢？以后走路我把它背在身上，那也不行啊。所以哪有人活300、500？不可能的，他终究这个身体会坏啊，那坏的就是换身体啊。所以死亡并不可怕，就好像换一件衣服，是人不了解生死，所以对他产生恐惧。那当老师的人要不要教生死的问题？要啊，我们的学生也会面临他的爷爷奶奶，他的家人的离去啊，你不给他引导正确，引导好，他会得忧郁症呢。
哎，我曾经初中的时候，我一个最尊敬的大姨丈去世了，车祸，我好几天睡不着觉呢。他对我非常好，然后我就想，这么好的人怎么死的？我想不通。最后我自己跟我自己沟通，我说可能他到更好的地方去了，转了念头才睡得着觉。大家就看得出来我情执深重，感情太重了，都要了解这些宇宙人生的道理，自然而然呢，在面对生死就会很豁达，很正确的心态。好，好，所以孔子讲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这个就告诉我们人有灵魂，但灵魂呢，它的智慧灵性它会变啊，它是往上升还是往下堕，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智慧可以带得走啊，身体都带不走，身外之物更不可能带得走。真正明白人生这些道理，他绝对努力带得走的智慧灵性德行的提升，他不会去努力那些追逐身外之物，一样也带不走，不止带不走，他还牵挂老半天啊，一口气在那喘半天，喘了三年五年，在病床上不肯走。我的房子，我的车子多苦啊，这叫家累啊，多了一大堆的累赘。人家窦燕山受了圣贤教诲，人家就不一样，活到八十几岁啊，那一天他自己知道自己寿命到了，该走了，斋戒沐浴啊，写得干干净净的，跟所有亲友带吊别啊，我走了啊，啊，给大家 say goodbye， 讲完坐着眼睛一闭就走了，无疾而终。这个五福临门最殊胜的就是无疾而终，考善终。有一句俗话叫好死好超生啊，他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有智慧，他就灵性就往上提升。好，我们的学生人生会遇到多少的境界因缘，你老师这些都不懂啊，你怎么引导他辅导他？所以这个时代当老师啊，得练出十八般的武艺啦，十八般武艺都得练哦，都得积累才好。啊，对不起啊，我今天讲闽南话讲的比较多，啊，因为我今天收到消息，啊，我们闽南漳浦教育局局长大力推展《弟子规》，啊，现在每个礼拜，啊，他那个地区所有老师培训。一培训就是七天，这个教育局局长亲自上课，哦，还有很多老师去支持，哇，那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就这样七天七天一直培训，每一次几百个老师这样培训，哇，有这样的父母官，让我非常感佩。所以因为太高兴了，今天就多讲了几句闽南话。是真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啊。诗经讲的君子如子，君子是人民的福祉啊，福报啊，乱书传矣啊，有他在的地方，很多人民的灾祸就化掉。这些老师都学会了去教育孩子，很多孩子本来要叛逆的就转过来了。啊，我们也是今天听到啊，在内蒙有一个老师也是学传统文化，他负责的是全校
那个年纪最差的那一班，他给他们听了一年的传统文化讲座，好像是一个礼拜的哪一天听而已，就这样听了一年，很多顶嘴的孩子啊，收敛了，改过来了。结果一个全年级最差的班呢，参加高中联考，考上好高中的是整年级最多的，要化腐朽为成绩啊！所以大家要相信，孔子是会显灵的。哦，这个松花江中学当时候推展传统文化，他们的成绩快速提升，本来隔壁那个学校比他们好很多，结果他们推展了一两，整个成绩跨越超过他们非常多。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好啊，这些好消息我也不能讲太多，不然课又上不完。好，做事还是要掌握分寸啊，我还得把进度啊要拉回来。这个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啊，随喜这些好的父母官。孝子们呢，觉得人生最大的遗憾呢，没有办法跟父母同住尽孝，所以他就感觉出则贤婿，在外行走的时候呢，心中啊悲痛，贤婿就是抱着遗憾。入则迷志，入是回到家里呢，又见不到父母，就感觉好像没有到家一样，房屋空空荡荡。这个我们想到翟导演推开他们家的门，他说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喊一声娘啊，这没有父母就不像一个家庭一样。父兮生我，父亲啊生下我，母兮举我，这个举是养育啊，三年哺乳啊，养育之恩啊。尤其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小时候父母都是很艰难，那当时候又要工作啊，又要回来哺乳啊，母亲所承受的压力非常大，这个大家要回去了解啊。我们有一个学长，他就怪他母亲了，没有照顾他，哺乳只哺了四个月，后来刚好我们班级里面呢有宿主德的学习活动，他自己回去了解到小时候啊，他几个月大的情景，才知道啊他的母亲要工作，赶回来给他哺乳啊，来回的路程就要50分钟，而请假只能请一个小时，他的母亲必须在10分钟之内哺乳。你看那种奔走啊，那个压力很大，所以哺乳四个月之后呢，就因为身心太疲惫啊，就没有奶水了。所以我们不了解情况还怨母亲，一了解才知道自己太不能呢体恤母亲的难处。善体亲心啊，就知道父母之恩啊比天高皮还深。我自己读到这一句母兮举我，这个我要非常感谢我的祖父，因为我的记忆没有起得这么早啊，都忘了那个情境了。我的祖父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就提醒，你妈妈生你们三个小孩还得去学校教书，
我们住海边呢、啊。我记得我三四岁啊，回到老家，我三岁就到高雄市。我母亲去上课啊，她是沿着海岸线，那个路很小，都要贴着沿海那个很谨慎的走，不然会掉到海里面去。这我小时候的记忆都还有，六七岁还懂。那我母亲每一天下课时间，她赶回来给我们三个铺路，哎，走那个路很危险的。哦，然后我爷爷就说了：“你母亲太累了，带那个班六七十个人，还要回来养你们三个孩子。”所以有时候上完课啊，下课就昏过去的，累到昏过去的，然后上课都是学生给他摇醒，说老师上课了，是没办法醒不过来。啊，当时听了都很感动，哎，就好像那个母亲在那里奔走的那个影像就历历在目，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老家的情境嘛。所以爷爷没有跟我们提，我们哪知道啊。哦，又说我们爱哭，哎，那哭哭哭，母亲隔天还要上班呢。然后我爷爷就说：“啊，媳妇啊，你去睡觉，我来照顾就好了。”哎，我爷爷很体恤我的母亲啊，哎，所以这个当公公的人体恤媳妇就多了一个女儿，而媳妇就多了一个父亲了。啊，很微妙。我爷爷曾经五十几岁的时候胃出血，那胃出血你没有及时发现呢，会没命的。就又是我母亲发现的，哦，所以我爷爷会说：“啊，我这个媳妇救我一命。”哦，你看这个公公跟媳妇之间那个缘分结得非常深。好，那就我爷爷晚上哄我们睡觉啊，我听他老人家讲啊，他也很困难啊，就用脚摇啊，哎，拉一条线用脚摇，哦，后来功夫很高，睡着了还能摇，哎，这个可能是借由那个惯性定律。哎，听到这个不只是感母亲的恩，感爷爷的恩德了。哦，那我们的人格健康呢，就是因为父母爷爷奶奶这些长辈都提醒我们忘记的恩德。哇，这个太重要了。好，哦，母兮举我，扶我恤我，抚育。恤呢是疼爱。母亲最早起啊，母亲吃饭吃得最晚，然后最早吃完了，又去忙，又去给我们用水果啊，所以母亲对我们抚育之恩都在每一个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啊，尤其最晚睡啊，洗衣服洗到很晚，最早起要用早餐，恤我，这个疼爱，我母亲很疼爱我们，所以我们很喜欢回家，啊，都有香喷喷的东西可以吃。我父亲也非常疼爱我们，啊，当时候我们念初中啊，都在长身体，啊，又要读书读到很晚，啊，都是父亲出去买热腾腾的东西给我们吃。然后我记得我念小学六年级，我父亲买了一台二手车，哦，那个是人家开了十年的车，啊，买来的时候座位啊后座是歪的，哎，所以我们三个姐弟挤在那里啊，哦，感情越来越好。那虽然家里不富裕啊，为什么要买台车？那全家刚好出游。那
那些出游的情境啊，都是我们一生的回忆。哦，包含那个车子性能不怎么好，爬坡爬到车子往后退啊，全家尖叫。虽然它是十年的车，对我们来讲完全是感觉父亲，他是全心全力的在陪伴我们成长，给我们留下生命中最好的回忆。哎，哦，所以看这些句子啊，好像几十年的岁月就浮现了自己的脑海啊，所以长我长养我们啊，就尤其是智慧的增长啊，我父亲啊平常话很少，有最主要是我犯错比较严重，他会训斥我。哎，印象最深的呢就是提醒我要自爱啊，不要糟蹋自己。育我啊，教育我。而父母给我们的教育啊，往往在每一个生活的情境啊，包含我父亲在给我奶奶拍背啊、按摩啊，啊，晚上老奶奶睡不着，父亲也不睡啊，在那里陪伴，这都留在我们的印象了。啊，甚至包含母亲只有打过我一次，打我两下，就转过身去，那我就感觉母亲是流泪了，不愿意给我看到。啊，打在儿身呢，痛在娘心，这教育我一辈子。啊，那种感受啊，怎么忍心再让父母担心？啊，所以很多亲戚朋友说我父母看起来比较年轻。啊，我父亲讲说，没有被孩子气了。啊，其实我爸爸太厚道了，我们还是有做很多不对的地方。哦，但是就是因为深深感觉父母的爱，就觉得呢不愿意再让他们难过，报恩都来不及了，还让他们难过。然后在故我复我，这个故我就反复顾看呢，就生病的时候最明显。啊，哎，看的时候那个忧心啊就写在脸上，啊，一晚起来好几次。啊，父我这个就挂念。啊，我们求学在外，父母都常挂念，尤其回到家中啊，第一句话啊，你怎么瘦了？啊，那赶紧啊煮我们爱吃的东西。啊，然后出入父我，啊，要出门呢，啊，进门的时候啊，抱抱我们呢。啊，这个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据我的记忆啊。我抱我母亲应该是抱到小学四年级还在抱，所以我一些长辈都笑我，这么大了还常常黏着妈妈。哎，黏越久，母子连心的效果越好。哎，我现在一想起来都有那些情境在。哎，当然了，妈妈越疼我们，抱我们抱到小学四年级，我们要怎么回报？啊，把父母给我们的这一份真爱，要去爱别人，这个才是报父母的恩。哦，这样父母才没有白爱我们呢。啊，在出入父我，所以欲报之德啊，昊天罔极。啊，念着比天高比海深的恩德啊，回想父母的含辛茹苦啊，却没有机会报答的时候啊，就是感叹念着苍天啊，然后心里忆念父母的恩德啊，所以这个是痛切自己啊，啊，这一份遗憾呢不能够停止。
那当然我们就转成呢，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啊，至诚一定感同父母在天之灵，一定会很欣慰。好，好，那我们体会父母恩呢，接着呢，我们看怎么来报恩。57页89句，这个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伤则致其哀，祭则致其言，无则备矣，然后能事亲。”那侍奉父母，日常居家的时候，要殷尽呢，恭敬的心去侍奉，不只让父母食衣住行无忧，而且要以恭敬的表情、恭敬的心去伺候。所以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要欢欢喜喜、恭恭敬敬的表情态度去侍奉父母，这是最难能可贵。我遇过父母，孩子让他衣食无忧，挺会赚钱，但老人家讲啊，说我们也不缺那些钱。让我们最难受的就是孩子顶撞我们。哦，那言语就非常忤逆了，对我们发脾气啊。老人家讲啊，他这么一顶撞过来啊，2个礼拜缓不过劲来。哦，所以这个居则致其敬，恭敬重要。为什么缓不过来？我当时听了，我就推想，因为父母啊，从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看着我们的容貌这么天真，这么可爱，然后一把屎一把尿，这样把我们拉拔长大，经过了多少的岁月，陪我们喜怒哀乐。所以当他看到一个长得比他高的儿子，比他大的女儿，他回想的是整个过程啊。而今天他抱在怀里的孩子，这么可爱的脸庞居然顶撞他，你说他缓得过劲来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设身处地父母的心啊，就不知道我们这一句话杀伤力有多大。好，所以夫子这些提醒啊重要。啊，养则致其乐。奉养的时候啊，应该和悦的心、欢喜的心啊去服侍。哎，食衣住行都是养则致其乐。啊，煮父母喜欢吃的啦，煮的时候啊不要太硬啊，软缓。老人牙齿比较不好，食物要煮得软，煮得烂啊，它才好咬。第二，要煮热食。吃凉的食物啊伤胃，不能给老人吃凉的东西啊。第三，老人吃饭比较慢，不好咬了怎么会吃得快呢？所以这个时候啊，不要催老人吃东西。还有跟老人一起吃饭呢，不要吃太快。你当孩子的人呢，当孙子女的人，还一下子吃完了，耶，你怎么吃这么慢？哇，他就很有压力，一直吃了。哦，哎呀，还有，都还老人还没吃完，就在看你那里收盘子了，那老人也很有压力。所以伺候老人呢要柔软，
啊，尤其人老了像小孩一样，啊，要细心呵护，啊，所以跟老人一起吃饭，要吃慢一点，一定要吃得比他慢，他就没有压力。你陪他吃，他很高兴。好，食衣啊，穿衣服保暖啊，常常啊，春夏秋冬，体恤这个季节的变化啊，提醒父母加衣服啊，或者添加新的衣裳啊。有时候摸摸父母的背，感觉一下够不够暖。我想那一个动作啊，可能会让父母觉得比衣服还要暖。哦，有时候抱抱自己的父母，抱抱老人，哎，这个都是父母跟我们之间的很好的这种肢体的沟通啊。那当然，你买衣服也要孝顺，顺要顺父母之心意。啊，你不要买他觉得这个太昂贵的衣服啊，还是买这个很好的品质，但不要太贵啊。甚至于虽然买的品质很好，不算太贵呢，可能父母还嫌贵啊。这个时候你假如300块钱买的啊，你就跟爸爸妈妈说50块钱。哦，那父母一想啊，哦，不然他觉得太贵哦，穿在身上，每一次看到，哎呀，好贵哦，好贵哦，那他穿得不欢喜，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跟父母说50，啊，哦，父母一拿来穿说，还是有点贵啦，你明天再帮我买一件，那你要赶快去买哦，你不能说啊又买一件，要很欢喜说好好好啊。你不要又在那里算，又要300呢。那你要改进，你心中没有父母，只有 money。哎，那孝子心中没有那些金钱跟物质的概念，只要父母欢喜，全心全意去办到。啊，我们看那个德育故事，曾子伺候他的父亲，刚好今天那个。菜啊，父亲特别喜欢吃啊，吃完了，问曾子说：“还有吗？”“有。”“没有都马上说有。”“为什么？”“人老了呢，脾胃比较弱，要遇到他很喜欢吃的东西啊，不容易。所以看到老人胃口好啊，那孝子心花怒放，很高兴啊，没有都马上说有。”然后回到厨房赶紧做，或者呢厨房没有赶紧去借，一定要拿来让他父亲吃得欢喜痛快。哦，所以整个物质只要父母欢喜的，赶紧去提供给父母，抱这一个养育责任。哦，这个是衣服，食衣住，住的环境啊，注意老人最怕摔啊，他那个整个浴室啊，这些老人生活的环境都要防滑的措施啊。最近整个我们祖国大陆重视传统文化，现在连鞋子啊都有孝亲鞋，哇，那个底部啊特别防滑，这个都体恤老人怕摔。这个企业啊，绝对做得成功，啊，他不止在经营事业，他还要他在弘扬中华文化。哎，哦，那个底部好几层呢，啊，老人一穿非常稳，非常舒服。啊，所以住的考量包含温度、湿度、通风都要考虑，甚至于呢，老人比较习惯。住在他熟悉的环境啊，
他一熟悉，一吃饱饭可以出去散步啊，跟这些老朋友谈话聊天啊，他日子非常舒坦。结果有时候我们没有体恤到老人的心情啊，硬是把他带到都市丛林。哦，这个譬喻不错啊，那高楼大厦一栋一栋的啊，有没有像那个森林一样哦，都围起来了，都市丛林啊，那他整个生活就很不习惯。其实啊，你们很喜欢住都市哦，我喜欢住在山清水秀的地方。首先空气清新，哎，空气比吃的食物还重要呢，对自己生命的帮助。那空气跟水，住在乡下最好，在都市还要买矿泉水，花的更多。哦，你常常出门就是青山绿水，那分多精很多啊。所以你真的孝顺哦，搬回去乡下跟父母一起住也挺好的。哎，我的事业呢？那你不明白，你这一身的福报哦，该是你的跑都跑不掉。你回乡下去，还是可以赚得到这些钱、这些福报。哦，那陪父母晚年这么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将是你一生最大的安慰。所以我本来打算呢，因为我成绩不错啊，考上老师，刚好我就住在那个乡下代课一年。那个校长问我，你愿意留下来吗？好，我们学校里面就有，学校里就有一座山啊，我一下课就可以爬山，特别有幸福。结果因为成绩好，可以回都市。我打电话给我爸爸说，爸，您觉得我在乡下好还是回到都市？我爸说，回来吧，离家比较近。我就听话就回去了。不然我现在也教书十多年了，在乡下可能每一天晚上出来赏月，泡着茶跟人家谈群书三六，也有可能啊。哦，现在台湾印这个书很多，说不定就在跟人家探讨。啊，那后来就回家了。那我们孝顺嘛，顺着父母的心意就对了。好，这个食衣住行生活点滴啊，都要体恤入微，养父母之心，再来啊，养父母之身，再来养父母之心啊，不能让父母啊有被冷落的感觉。工作再忙，回到家陪父母坐一坐，谈谈心，是一定要有这一份孝心就对了。其实我们最亲的家人都很能呢体恤我们的，但我们要以一份真心啊去换，去感得他们的欣慰啊。昨天我跟我们执行长啊，他很爱护我们，吃饱饭啊，给我们很多勉励啊。啊，其中他就举到呢，他们夫妻相处啊，这些相处的真心呢，大家会听，要举一反三，反三有点来不及了，现在要举一反一切，对一切的人都要用这样的心啊。他有提到他的工作比较辛苦啊，他是2000多人的大家长啊，现在更辛苦，海外还有小孩，嗷嗷待哺，所以当家长，大家长不容易呢。那
白天呢出门，太太还在休息，晚上回来太太已经睡觉了，这是披星戴月，很早起床，天还没亮，很晚回来，天也是暗的。所以只要有时间呢，一定呢把这个时间空出来给太太啊，哎，夫人，我有时间了，一拍出来，然后他的夫人就说：“你已经这么辛苦了，你好好休息。”哦，因为他把太太放在心里呀，一有空了，绝对第一个，马上都想到自己太太不容易啊，那马上就把这个时间空出来给太太。那太太就感觉他的真心，马上就说：“你太辛苦了，好好休息。哎，说不定要煮一餐很好吃的。”啊，这是我的推想。啊，待会下课再跟执行长确认。哦，那你看夫妻这样真心相待啊，那孩子一定懂得夫妻之道。那每天都在真心相应，给孩子做表率啊。哦，那我们马上有时间都想到父母，想到子女，那他们纵使陪伴他们的时间不是很多，他们绝对可以体会到我们的真心。所以真心做出来了，最亲的亲人都能感觉到。为什么做不出来？没心肝啊，没放在心上才会做不出来。然后就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借口，我忙啊，忙到没时间吃饭啊，哒哒哒哒哒。所以这个时代啊，有点不是很妥当，就是好像赚钱最多的人，谁都要看他脸色，谁都大要给他开绿灯，好像他不回家看望父母啊，没时间陪家人，全部都要给他开绿灯。其实不对的，只要跟父母跟家人相处啊，觉得我们冷落的家人呢、啊、都不妥当。那把那么多的时间都花在外面，那你花那么多时间是真心吗？对父母对亲人都不爱，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妥当。尤其假如学传统文化，还让父母家人觉得被冷淡，来人啊，是要处罚的，是没有做好表率的。说到这里我要忏悔一下。我当时候念大学回到家里呢，好像大部分时间都跑出去找朋友了，这个还是冷落着自己的父母跟姐姐。后来姐姐呢点了我一下，说你回家在家里的时间呢，好像问导游啊，沾酱油，沾一下就不见了，不见人。哦，这很惭愧。那你看父母还这么包容我们。好，那不能呢让父母有烦恼心。什么父母在烦恼，赶紧改正去掉。不能让父母有惊怖的心，恐惧担忧不行。要赶紧去解除掉，不能有愁闷心，忧愁烦闷，不能有难言心，让父母很想讲的话都憋在心里讲不出来，这是很不孝的。要让父母心里话随时可以跟我们讲，不能让父母有愧恨心，惭愧
抱憾、埋怨的心不可以有。好，那要真的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有一段话非常好，父母所欲为者，欲为就是父母的志愿、志向，我寄宿之，发扬父母的事业，或者圆满他的志愿，我寄宿之。父母所重念者，非常关心挂念的兄弟姐妹跟孙子女，或者是孩子，父母本身也有兄弟姐妹，也有孩子，也有孙子，所重念者，我亲厚之。昨天我们一位学长谈到他父亲有一个姐姐，当时他们移民到大马，他这个姐姐还在大陆生活很不容易，他常常寄钱回去给姐姐，后来他姐姐的孩子全部读到大学，都是他父亲支援他姐姐跟这些外甥女的。那他这么照顾姐姐跟他的后代，谁最高兴？他的父母啊。这子孙对父母来讲就是他的枝叶啊，父母是根啊。好，这是养父母之心，还有他的志向，最后是养父母的智慧。孔子提醒我们呢，老者戒之在德，人年纪大了最重要的就是读圣贤书，增长智慧，越来越豁达，越来越放得下。假如没有深入修学圣教，这社会风气攀比很厉害啊，比来比去，患得患失啊，烦恼会越来越多，就没有宁日可以过了。所以子女孝顺父母，在他晚年一定要让他深入圣贤的教诲，他一定宽心，他一定人生很充实，很有目标。好，这是养父母之智慧。回到我们跟大家讲到，对人呢，首先要知恩报恩，对我们的老师报恩最重要的依教奉行啊，对社会做出贡献呢，是给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最大的欣慰啊。当然过年回家一定要去看望老师啊，老师年纪都大了啊，一定要把群书治要，把弟子规、了凡四训带给老师啊，那老师会很欣慰，哎，自己的学生在学这个。哎，你带回去给老师，说不定其他的同学去了，老师又把这些书又介绍给他们。那你以前那些同学都有缘分了。我们知道啊，遇到老祖宗教诲的难能可贵啊，要知缘、习缘、造缘。造更多的人能够闻圣教的因缘，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的。我们现在是圣贤弟子。好。国家的恩啊，刚刚跟大家提过。还有呢，大众的恩啊，一日之所需啊，百公司为备。一个人一天呢，各行各业在照顾我们。那怎么回报各行各业对我们生活的照顾？首先，自己也要把自己这个岗位做好，这个行业做好，我们就利益了这个社会。那每一个人都尽心尽力在自己的岗位行业，那整个社会就非常安乐，非常兴旺，每一个人尽一份力量。再来呢，面对各行各业的服务，我们要非常感恩的去谢谢他们。比方我们
开车的时候，那个公路上啊，收费人员他也在服务我们，啊，你过去的时候给他亲切的一个问候感谢，说不定他三天心情都很好。啊，今天你到餐馆去也很感谢那些服务人员，哎，说不定他整天工作都非常愉快，啊，甚至于因为你很感谢他，下一次你到那家餐馆吃饭，他会给你加菜哦。然后第三次去呢，你记得把书拿过去送给他。哎，假如他学了呢，以后他服务的人说不定他都送他经书呢，那你功德无量。你那份感恩呢，就当了学传统文化的好榜样，人家给你结善缘。哇，那你广结善缘，说不定他也广结善缘。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这个功利时代，没有遇到孔老夫子圣贤教诲，人生怎么会光明呢？哦，我们自己曾经走过黑暗，就不忍心看人再多一秒钟在黑暗当中。哦，所以我记得当时候，哎，只要有人说想要拿什么《弟子规》《了凡四训》，再晚了我们都给他送去。啊，甚至于车上随时都准备好，啊，你跟他聊两句，那个人眼睛发亮，书就拿出来，哎，说不定你这辈子就跟他见最后这一次啊，或者只有这一次啊，你下次想给他，可能因缘就不具足了。哎，好，啊，这个是大众的恩，那。老祖宗也留了一句话给我们，说受人滴水之恩呢，定当涌泉相报。好，我讲念这一句的时候，刚好跟这个背景有点呼应。啊，等这个滴水之恩都要放在心上。啊，历史当中有讲一饭千金，有一个妇女看到韩信当时候很落魄，一看面有菜色，饿了好几天，非常怜悯他，啊，煮了一餐饭供养他。韩信只念之在此，不敢念了这个恩德。后来他当了大将军，把这个妇女找过来，啊，然后呢，赐给他千金，啊，这一饭千金的典故啊，就是从。韩信不忘一饭之恩来的。哎，另外这个韩信不简单在哪里，曾经侮辱过他的一个少年，哦，让他从他的胯下爬过去，哎，他也把他找来了，结果这个人吓得半死，说今天可能命没了，跪下来发抖啊，将军饶命啊。这个韩信感谢他，让他修忍辱啊。一个人的成就绝对跟他的忍耐忍辱成正比。当时候假如忍不了，跟他一冲突，可能就会有伤亡啊。哦，所以这个因缘提醒他要能屈能伸。所以他今天成就事业了，感谢他，不止没有处罚他，还给他一个官位做。啊，那大家假如啊听这个故事听懂了，可能会开悟了。给他羞辱的人他都感恩了，那我们学到了这一生不就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了。所有的人都是来提升我，来成就我，有增上缘，有逆增上缘啊。哦，他骂我，让我训练定力，不受他影响，那他也帮助我啊。而且他骂我，诽谤我，我没有犯这样的错，视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没有过失，被人家诽谤，子孙往往作法，
这《了凡四训》讲的。那被人家骂好事还是坏事？你们好像有点吞不下去。所以啊，人只要这一句经文一入心，你的太平日子就来了。入心呢，我没有过失，他骂我，他送福报给我，我还修智慧，为什么？一切法得成于忍啊，你忍得过，你才定得住啊，定之后就能开智慧啊。你一下他一骂，哇，火冒三丈，功德全部烧光光。所以他给我福报啊，他又给我智慧啊，让我练功夫啊。哇，那这些道理真搞明白了。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事，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哎，现在很多人要移民。你真明白了还有什么好啊，跑来跑去的，跑到最后现在很多人跑海外去又跑回来啊。为什么跑海外去？语言啊，生活环境啊，背景什么都不一样。老祖宗有德，我们中国还有华人在的地方都会越来越好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听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真听老人言，幸福在面前。接着呢，对人呢，第二个呢，要爱敬存心啊，这是对人很重要的心态。不管你面对什么缘分啊，那个人找你麻烦，你还念念为他想。今诚所至，今时为开，就化掉了。假如这个人找你麻烦，你跟他对立冲突，那就没完没了了。哦，所以人要有度量。哦，而且呢，学圣教的人，正己而不求于人，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正己。哦，别人不恭敬我，我一定恭敬他。不然我就白学了孔子的教诲。君子喻于义啊，对人要有道义啊，要仁爱存心啊。孔子又没有说对你好的人你才爱他。老子说人善我，我则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这才是修养啊。颜子讲啊，人之无良，他是举诗经的句子，非常美。人之无良就是人家不善良，恶意对我，我以为兄，他不善意对我，我把他当兄弟看待，那这个才能化掉，才能给社会最好的表率。好，学传统文化从哪里学起？今天回去考虑一下，哪一个人是你最讨厌的人？先练功夫，把他的照片放在你的床头。啊，每天睡前起床给他鞠一个躬，慢慢心就转过来。啊，转过来以后再去现场练功夫。哎，这个也叫循序渐进。不然一下子去见到，有时候要转不过来，又跟他杠上了。可以先练，这叫真干。先仁先难啊，怎么落实仁爱大道？先从最难的习气对治，先从最难的人去落实仁爱，去落实爱敬存心，这叫有气魄。有气概，真想成就，真想啊给社会做表率，真想利益众生，你就能真下功夫。人啊不肯改习气啊，还是愿力不强，
利众的心不切。因为我们不改就给人不好的影响啊，就给孩子负面的带动啊，那你真爱护他怎么可愿意呢？所以你真的知道抽烟对孩子的健康不好，你那个父爱一提起来当天就断掉了。有没有人抽烟？大家都没有，都是 good student， 都是好学生。那这个爱敬呢，不难。为什么恭敬？因为我们明理，明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成贤，你怎么不恭敬他呢？每一个人都有明明德啊，都有本善啊。我们今天跟他有缘，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协助他成圣贤，不然太可惜了。所以敬爱呢，那以祖宗之心为心，天下哪有不友爱不和睦的族人呢？诸位学长，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呢，所以每一次放那个皇帝颂，那个听了都很感动，就体会炎帝皇帝这些圣主他们的心情，你就没有看不顺眼的人了。那这一份爱体现在哪里？亲戚朋友相处要难语能语，难做能做，难忍能忍，密室相与不相发怒，贫贱不亲，遭苦不舍。亲戚朋友之间表达这一份爱护，难语能语，他没有，他有急需钱财，通财之意去帮助他，难忍人忍，家里人哪有不摩擦的，能包容能礼让忍让谦让，难做能做，辛苦的自己带头做，牺牲的自己带头做，难做能做。那亲戚朋友之间他有很多心里话跟你讲，你不能去再讲给别人听，叫不言家丑，这个也很重要。贫贱不亲，他比较贫穷，地位比较低，一样爱护尊重他。甚至于他虽然贫穷，但是我们小时候他对我们很多的爱护，我们要放在心上。人绝对不要因为自己的钱多地位高而被这些名利所染污，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人生最大的财富是智慧的提升，是真心不断的保持跟提升，这是带得走的。亲戚朋友遭到苦难，绝对啊不弃不舍，全心全意帮助他。这几点呢，假如一个团体里完全去贯彻，哇，那这个团体向心力啊，凝聚力会非常强，每一个人在这个团体当中非常安心，因为他只要有问题情况出现，所有的人都拉他一把，铁定可以渡过难关。那别人会，人生会有起起伏伏啊，不管是学业还是事业，那我们会不会？会啊，别人跌倒你拉他，改天我们不小心跌倒，必然种因得果，也有人会拉我们。所以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所以什么人最没有福？斤斤计较的人，不肯吃亏的人，那是没有福报的人。再来呢，我们对人呢，应该有的态度呢，
师长讲到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能这么做啊，天时不如地利啊，地利不如人和啊，这个人和啊，铁定可以让家庭事业兴旺，甚至于啊，就像我们执行长他的企业，他们这样去落实，那感动中国以外，现在这一次来感动很多我们大马的企业家，哦，还有海外很多姻缘，都很感佩，谁不愿意自己的企业团体变成一家人一样啊？哦，其中有一个员工离开五年了，啊，结果听到消息他得了重病，啊，全公司啊募款，赶紧去看望他，帮助他。哇，他的母亲啊，就说到，他现在的公司都还没有来看他，怎么是五年前的公司来看他？哦，那公司的同仁就讲了，他虽然离开公司了，他还是我们的家人嘛，我们还是要爱护他嘛。所以能这样去爱护自己的员工，这是仁德，有德持有人，有人持有土，有土持有财，有财持有用。现在很多父母啊，比方说儿子在公司啊被感动了，说那我连女儿都到这个公司来工作啊，所以我们执行长他们公司现在是很多可能是母女党哦，还是兄弟党，还是姐妹党，这样的拍档应该是越来越多哦。这样人事招聘哦都省下来了。现在企业里面哦最大的损失是什么？人员流动，一流动你要重新栽培，那是最大的损失。哎，人员都不走啊，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来。所以天道无轻，常与善人，上天都会庇佑这个行人道的团体。我相信啊，老祖先呢，圣贤人都在庇应一个企业能够尽心的弘扬中华文化啊。所以固德的愿景就是将圣贤教育、圣贤文化带给全世界，造福全人类啊！我们这个民族啊，就是最重视伦理道德的民族，在各行各业啊，都是奉行圣贤、弃入圣贤啊。所以在医学界是医道，在商业界商道，啊，在教育界师道，啊，每一个行业都是培养造就圣贤的因缘，啊，两千多员工，啊，在这样的环境熏陶，那是真正安了两千多个家庭了。接着我们谈第四点呢。对人当中啊，要离爱憎、离好恶的心啊，喜欢这个人、讨厌那个人，这个心要放下。因为假如这个心不去掉，我们走到哪制造纷争，讨厌的人就对立了，爱护的就袒护了，这样处事啊，没有德行跟智慧。所以下功夫首先把憎恨这个好恶心放下来，以什么心呢？平等的恭敬，
平等的慈悲心。甚至于假如对人情事理更明白，离我们近的人越近，你要对他越严格；离我们比较远的同事，你要对他越宽容爱护。这是人之常情，离你越近，你要对他很好，人家会觉得你都宠爱这些人，然后对他们又冷落，他们本来就已经觉得跟你关系比较远了，你又不主动关心他们，他们一定胡思乱想嘛。那这一点我做得很不好。昨天晚上我们执行长约我去参加这个我们晚餐沟通会，我们英文组的同仁他坐在我旁边，我来中心这么久第一次跟蔡老师一起吃饭，害我有点快吃不下去，很惭愧。然后另外一个也是英文组的同仁说我也是啊。哎呀，幸好我已经答应下个月他们办课程了，我要去参与学习一堂课。我们同仁呢都非常可爱。我也是非常感佩他们。他们我调查起来以前事业都做得挺大的或者在学校教书都表现得很好。但是舍掉这些工作呢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这都是难能可贵的因缘。我们要彼此互念互爱彼此成就。好，那我就不能偏心，要平等爱护，平等慈悲。再来呢，第五点呢，对人有一个教诲非常好。这个是我自己提出来跟大家交流的。这没有标准答案你们的人生也很精彩，一定也能积累很多去供养他人的这些好的做人做事的态度。这第五是师长讲的法语。别人错的也是对的。我对的也是错的。为什么别人错的也是对的？他会犯错是他没有学过人不学不知道不知义。所以这个是很平常的现象。他没学就会，他又不是孔子再来。所以假如对别人错还不能包容，那这个我们太苛刻了。所以别人错的也是对的。可能有人又说了，他都学五年了还这样。哎呦，人呢不肯依教奉行可以出100个借口，100个理由。他学五年还学成这样，他更可怜。有没有道理？有啊，因为他学到一个坑洞里面拔不出来啦。你不止不能跟他生气，他都学错了你还跟他生气。那我们心量不太小。而且他学错了掉下去他的名牌上面还说学弟子规呢。然后他学错了做错了，人家说你看学弟子规的都这样，他造孽呢，他背因果责任呢。所以学越久的人学不好，你要对他越慈悲，要全力把他拉起来。爱敬存心，要设身处地啊，干嘛跟他一般见识跟他过不去呢？所以转个念绝对不会跟人对立跟冲突。所以做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我自己的心态有没有偏掉了？那我对的也是错的。我对人错高下的心就出来了，要去跟人争的对错了。
家里人不是争对错的地方啊。家里人讲理啊，讲理就气死你了。夫妻亲人要讲情义啦，讲情就互相疼啦。好、哦。好。所以不，我对的也是错的。有这个高下心就拿道理压人就不对了。啊、哦、最后一点。对人呢、啊、不猜疑。啊、人与人之间不信任呢、啊、那是团体最大的危机。很容易就垮掉了。好、哦。诶，你说他还是有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那我们有责任让他改过来，不要去怀疑人之初性本善。好、哦、不要互相猜疑，然后又去传来传去。就是动摇人心的最严重。再来，我们去猜别人呢、啊、这个都是不厚道的态度。为什么？我们够了解他吗？我们对他现在办的事情客观了解吗？那不是变成武断吗？哎，有一位学长，他的父亲教导他，你对一个人还没认识三年，你不要随便批评他，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他，可能都错怪人家了，还去讲给别人听，又障碍人他跟人家的姻缘，这个就造孽了。哦，好，那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最后还有对事对物啊，我们下个礼拜再用一个半小时，好，把它讲完。好，很抱歉哦，一直说最后一堂，最后一堂，我这个凡出言，信为先，做得很差，请大家多多包涵。好，谢谢大家。